欢迎收看国光帮忙。欢迎光临国光帮帮忙，我是冯康，我是孙峰，我是屈中恒，大家晚安，大家好。哎，其实我们知道，其实台湾现在这个所谓的演艺的一个环境呢、越来越萎缩了。像我们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拍的戏，很多都是大场面。那时候经常拍军教片，都国防部在支援。哎呦，直升机啊！记不记得以前我们拍那个古林头大战？对，哇靠，真枪实弹，大批支援。对啊，我后面还被临时演员干一个破掉，翻流跑掉不演。可是呢，现在啊，在内陆来讲，他们拍的戏真的都大场面。对，你们两个应该有经验吧？对对对，因为他们有这个条件嘛。对，有这些人嘛。对，那我个人对这个内陆的一个印象大概就是 K 房啊 Pop 那种啊，因为我没有在那边拍过戏，不好意思。但今天我们又请到这两位厉害啦，哎呀，大场面之王大侠，对对对对，我们欢迎吴奇隆、黄文豪。根据调查，有74%的男性表示可以接受大陆的女性通婚，而演艺圈目前兴起一股娶大陆新娘的风潮，如陀中华、林峰等人。但对岸的女生真的比较温柔吗？今天国光帮帮忙，我们请到常年在大陆拍戏的吴奇隆、黄文豪来帮忙，让他们来告诉我们，是不是大陆的女人真的比较温柔哦？大陆粉丝辛苦，辛苦辛苦，走走走，两位都很久，都长时间在内陆工作，很久没回来了。4年的时间，这4年的时间大部分在那边拍戏，大陆上都开店了嘛，对吧？啊，对，在那边有餐厅，厉害，餐厅是，我在那边能做生意就厉害啊。北京泰国菜，对对对，你好像兔子，对不对？北京什么？我就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すいませんね。豪哥呢？我是来来去去，然后大概这2年的时间比较。在那边时间比较密集，最近幸福啦，抱得美人归喽，两个都抱得美人归，开心哦。两位这一出戏是第一次合作吗？对，我们是第一次合作。有没有不爽？没有不爽，而且我们俩都是有一些共同经验，都是第一次。譬如说第一次演皇上，去年在哪里？我们是在无锡。哇靠，我在你们隔壁。真的吗？你在隔壁是啊，无锡啊。我在听说孙鹏在那边啊。对啊，谢祖武啊，岳林啊，对对对对，搬到那谢祖武插到那个，然后放3天假，脸烂掉了。啊，这个我们知道。对啊，这个你也不知道。我们都知道，知道吗？知道知道。内陆消息蛮通的，拍戏的环境也就这么就这样嘛，对不对？所以哪一组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消息，大家都知道。那孙鹏跟岳林吵架知不知道？谁跟谁吵架？那孙鹏去踹门，你知不知道？啊，谁去踹门？啊，这个就不知道。啊，这不知道。那孙鹏乱骂马，知不知道？这个没有这个问题，没有这个。这个大家都知道。大家们开玩笑，你们觉得在大陆拍戏跟在台湾拍戏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其实我想最大不同是在于所谓的制作的环境，相对现在海外的戏都是比较喜欢买一些大成本然后大制作那种大场面的，是这种宫廷戏啊古装戏啊居多。我们来看看这个戏有多么的大，好不好？我们看一下 VCR 请看。在校害怕没有机会吗？母后只是想问你，你今天是丧妻还是丧母？娘娘，国主只是在适当的时候碰到了佳敏小姐，您大仁大德，宽宏大量吧。谁不怕死，尽管上来。道不同不相为谋，不要你去大堂了，你走，不去就不去。像一般这样的戏，如果说是在台湾自己在这边制作的话，你很难看到有那么多的演员，那么多的场面。而且我们的软制作是什么都很要求的，很龟毛的。花姐，对，你们四位都跟软制作一起合作过，当然合作过，对不对？哇，邱永恒，人家软制作可是你的再造父母了。当然当然，跪下，皇太后在，磕个头，太后吉祥。那下一部戏就有曲哥啦。不是，讲到这个，我还真的得跟阮志硕说一声抱歉，你知道吗？因为阮志硕一而再再而三的找我去大陆拍片，但是我就是因为时间上，因为工作都在台湾，
所以说就没有办法过去。这一点都不假，名单上每次都有屈中恒。是不是因为太贵？我便宜得很呢，对不对？我们都还没有哈，请两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戏。我在这戏里面演的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很伟大的中国的一个词人，叫李后主，后来是被赵匡胤给并吞了。其实你很少演文人的。对。这次演文人什么感觉？急死了。不是，对，你觉得就是不习惯吗？不习惯。可是应该比较轻松一点吧？也不会。说实在，就真的不会。背得很累。哦，辛苦了，这个是其中一个。你以前都是演侠士啊，大侠、啊，那时候打、啊、一直打、啊。其实这一次应该，其实像我们平常如果都习惯，你拍打戏动作，你走路你也是这样走，对不对？然后你做任何反应都是哎很直接的那种侠客反应就会出来。习惯。可是当你演一个这么文质彬彬的一个非常有书卷气的一个君王的时候，你连走路都得这样夹着走。然后看人的眼神要刻意的放的比较温柔一点，这样子。对，其实有很多小细节是必须要留意的。那你夹着走怎么走啊？走给我们看。什么夹着走是这样吗？猫走路。尽量小步，肩膀又不能动。哦。那像我们平常走路就是这样子。哦，对。侠客走路怎么走？侠客走路。侠客去走路。对，侠客去走路，很简单，就不用夹了嘛，就是。抬头挺胸这样，然后大步向前迈进，对对对，真的是不一样，有很多细节是不一样的。是。不过这次我觉得其中蛮难为的，演这个角色，因为他侠客演惯了，那他是突然要一个转变，去演这么一个这个才文并茂的一个君王，对他来讲，我觉得这次也是对他来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呢，就是侠客演惯了，这次演的皇帝倒是第一次演了，爽不爽？很爽啊，是爽，万民下跪，下面跪了一堆人，台词一堆，平常在这边拍一堆，平常在这边拍可能下面跪两三个就已经不错，对，在那边拍是跪哦，哇，真的跪哦。然后走位的时候，永远你就是，反正导演排位置，你就是很简单，大家都排完了，你就往中间一走就对了，要不然就往上面一坐就对了，很爽，真爽，爽，你那时候演皇帝下面跪几个？我那时候演皇帝才惨嘞，怎么样？亏了几个？又淋雨，然后又冒着掉颜色，演得跟真的一样，最后脸是黑的。你这个国是亡国的那个，你怎么样？是啊，小福林啊，臣子没有给你打雨伞。那什么臣子啊？打雨伞嘞？又不是阮姐做的戏。哎呦，你们这个心机太重了吧？两位觉得拍古装戏最痛苦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夏天拍古装戏最痛苦。哦，夏天拍，像我们拍戏常常会碰到一个状况是，夏天通常拍的戏呢，衣服都穿得非常厚，然后冬天拍的戏呢，衣服穿得非常少。那是因为牵涉到，因为拍的时间有个周期，然后在后制，所以等到播的时候呢，通常是夏天的戏是冬天的时候拍的，所以常常是反过来的。真辛苦啊！拍的过程是真的是很辛苦。那你没有试过那雨光开始一碰到你的头，你就觉得你头快裂开了。太冰了，哔哔哔哔哔，然后那种痛苦的表情都不用演，也真的很痛苦。哎，我们比个额头好吧？这次有没有伤到？我额头没有，但是在为了戴头套是必须要刮一点。哦，都要刮，又不是清朝的戏，干什么刮头？皇帝啊，总不能小鼻子小眼睛吧？对，总不能皇帝出来印堂发黑的。这个没有，像小康的一定要刮就可以了，我说还是要刮，对，要刮，否则这个头套一般头套，你这边要留一道缝嘛，这样下来嘛。如果你剃高的话，你看整个这样拉起来，对不对？好看帅，对不对？那如果他都懒得剃，不剃的话也可以。那怎么弄？这头套一粘在这儿，然后包到这儿，那额头就只有这个，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啊，了解。你一定要剃，古装戏就为求自己好，要自己帅。小花的不错哎，我看你就别剃了，那个脸就感觉小一点，对不对？我说真的啊，这样的话，他不用剃也做皇帝，酒店皇帝多屌。OK 皇帝。没有，因为我从来没有演过古装戏，我唯一演过古装戏就是在综艺节目里面。演那种布袋戏的小金刚，还要这样绑。我是演过这样，因为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候试过很多头套嘛，我的头套最后都只能戴到这里，因为都太小，没有办法定住。我们做综艺节目哪有时间定住？对，就戴在这里，然后就我就对古装戏我就觉得你真的不能演古装，对，因为演古装的人第一个脸要小，
第二个后脑要小，出来才是正。他们那边临时演员会不会比我们这边临时演员稍微像一点？还是说还是都一样？大家来都这样？其实也有分，就像包括像目前，因为我们在拍的那种影视基地、影视城，嗯，他们是整个村庄、整个镇都已经变成那样的一个环境，所有的家每一家从老到小。一家全家都是临时演员的，很多。哦呦，你要老人，他有老头子；你要小孩，他有小孩，什么都有。怀柔嘛，对不对？中文知道吗？然后他们会有很多这样的族群，是专门为了配合这个大环境而产生的。哎，我听说还会拿翘，对不对？会会，他们会，他们会整群人就不干，已经都知道，而且时间到就是要加班了，就超班了。对，我想他们在安排什么。走位什么的话，我们看起来他们都像慢动作了，因为拖时间嘛。对，当然你过年，小刚你到那边去，慢动作，没这么慢，没那么慢。我又没去，我怎么去过 K 房嘛？你是大陆导演啊？那我是那边的临时演员。嗯，我是一个那个小痞子。小痞子，过去。哎，那谁，去，往那边站站。哪儿？就那儿站。来，这儿吧。跟你说的这儿。站啊，就是这啊，站这不行吗？真的很像，搞真的很像。你有没有听过临时演员要尬戏的啊？我们会碰过的临时演员，哎，我时间到，我要去隔壁组了，都这样。他们一天可以跑好多组的，都有。很虚啊，那边干临时演员。哦，所以说到隔壁组就算一般嘛。对，对不对？我碰到最好笑的是有一次我拍那个《江湖奇侠传》，然后郑少秋演的嘛。那个时候常就是来了，每天都很多群众演员。那有一个呢，就是每天都可以看到他。然后我们导演叫菊菊亮，他那个眼睛是那种，就自己眼很大，他摆镜头特别喜欢这样子一摆，通通站啊这样子，因为他这样一摆，他的眼睛可以看到后头去，因为他金鱼眼，他每次喜欢把人的头，就是比如说把就是拍你这样拍，后面全部都带到，他喜欢拍这种镜头。哦，那大老远，当时有一个临时演员，他很黑，你知道。他每天都会报道，然后他一来站老远这样，然后那个导演就骂很大，菊菊亮就骂，不要笑。然后郑少秋一转头说，我没有笑啊，大爆牙，你很好玩的问题，很好玩。你们跟那个大陆演员合作以后啊，他们有一些不敬业，然后生气啊，那你们会生气啊，或他们生气的例子，比如说他忘词 ，NG 太多了，嗨，怎么回事？那边不要出声音嘛！砍拖，怪来怪去的，砍拖，有这种问题，有这种现象。比较恶劣，有一些是他连剧本都不太看，然后来现场就，哎，拍什么？哎，拍什么？拍什么？拍你的脑袋？拍什么？一个演员到现场怎么可以知道不知道要拍什么？不过我们有一些这种状况也是可以接受的啦。这些也是。我们有单机，对不对？没有，我帮你围好了。他要拍完现场的，台上见的，所以他不能先消化剧本。不是，对，我会变得不自然。对，好不好？你这样假设我就没戏拍了呀。但是就算台上见，也不能太离谱。对，他明明演的是一个老师，跟我对戏的时候，他是老师啊，像我们干警察的。我说你在演哪一部啊？讲是自己是警察，太嗨了，另外一部去了。没有，我还也是才糗哎，因为在拍戏啊，比如说镜头在这边嘛，这是镜头的，那我要帮人家做视线，我就看他视线不对啊，我也忘了镜头在，我就，哎这个，然后全场都不讲话，哎呀对不起，从此以后不做视线，好像外行的人。好了，我的糗事讲完了，也没戏拍了，好，你们高兴了啊！真的假的，对不对？你们那组戏，台湾演员就两位，刘真啊，刘真，刘真，刘真，对对对，刘真，国标舞，干什么？他的什么他的？什么他的？他喜欢的种类，他喜欢的类型。不过他在戏里面，其实我觉得表现还蛮好的，因为他第一次演古装戏。然后在戏里面，他也是演一个非常会跳舞的舞娘啊，难怪。所以他在戏里面的表现是很出色。可是他除了国标舞之外，会跳别的舞吗？我觉得这个就是厉害的地方，因为戏剧它的融合力很强，那就把一些因为阮志作也请了一些跳民族舞的民族舞的一些老师，然后跟他做一些结合，把他的拉丁舞跟民族舞做结合。那会有挫折感吗？刚说，比如说我们去啊，我们讲。
我们讲国语还是比较，比较台湾腔嘛。他们那边，我跟你说啊，什么什么，我国语太烂了。对，这就是我们现在拍戏跟他们感觉差异上的这个问题会有，因为他们一开随便也不要像我们那么很刻意的去咬文嚼字，他们就是那个开腔就是那个味道，对，就是那个味道，这差异性在这个地方。而且好像他们讲那个古代人讲的话比较像哦。古文对，因为像，因为他们对台词对白的讲话的口齿跟节奏是比较接近，他们的口条啊，对，比较不一样。像我们是比较自然的说话，所以会有很多发音是比较偷懒的，一样就过了。那在那边是不行。如果说是台湾人的话，就是先陀中康觐见，很奇怪，就不是那个味儿，你懂吗？味道就变。先，你刚先的时候我傻眼，先什么东西？哦，陀中康觐见了 ，OK。OK， 了解了解。所以大部分的古装哦，有年代的戏都用配音的，对不对？这样比较可以统一嘛，对不对？对品质来讲也是有保障的，对不对？可是我就不相信说那个大陆演员没有南方人，总有福建演员吧？有，他们也会有口音问题，对他们也会像我们，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对啊，会那个发音会怪怪的。先，其实像我在北京看过电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跟他们文化有差异。为什么？比如说我进到那个吧台里面，我想帮个忙，哎嘛，他们讲的酒名我没有一个听得懂。像我们都讲黑酒什么的，我完全听不懂。哎，那给我一个什么？他们的音比较重，那你们英文的音比较重，明白？他们就是大陆上都会翻成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个翻译，翻的黑方啊，对，喜力，对这一类的喜力 ，Hennigan， 喜力，喜力，桑塔纳，桑塔纳，捷达是车吧？对，车子，翻译的方式跟我们对，就是说，那你们有没有这种文化差异上闹一些笑话？因为像我们都去完全听不懂，叫我干什么我就傻了，在啊，好算了，我还是乖乖做我老板吧，我就出来。你们会不会有这种？如果你同时间一下子待个一两个月以上，你大概就能够比较了解他们的生活跟那个使用的话。对，等那时候开工，在无锡片场嘛，对，影迷应该很多吧？对，他们现在片场其实都已经观光化、旅游化嘛，因为片场他只是靠你来拍戏收你租金，不够，他想赚钱，那就会开放给观光旅游团啊，那不是你们拍戏拍一半就拿一个旗子，来啊，哎，你看一看吴奇隆在那，你看，大家快，所以我们当时看那个片花有没有？就是为什么整句都配音？哦，旁边会的，你没办法收音的，是没办法收音的。哦，是这样啊。对，而且他还会有，你收音是要清场的。还有，他们还会当地还会有一些古装，他们自己设计的表演。就譬如说，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比如3:30就开始，哎，老王卖刀啦，然后就开始唱。对，就卖刀了。武松打虎，哇靠，表演的嘞，每天就光了。你这边眼泪一直在滴，在哭了，他卖刀啦。你这边眼泪一直在滴，在哭了，他卖刀啦。他们那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剧，还有飞来飞去的那个剧？对，他会炸，还有装爆点。他们自己表演的很过瘾，几个武行在那边打一打去。对啊，我还遇过那种，你知道吗？譬如那个时候我们是现场收音嘛，然后围观的很多那个就是来影城玩的人，在那边游客在那边看拍戏，然后在这边讲话嘛。讲什么呢？我们就制片，就当地的制片就去，哎，不好意思哈，别讲话，静，别说话，我们现场收音，同期录音啊。为什么不说话呀？怎么不能说话了？我出来玩了不能说话。不是，麻烦你配合一下。那是什么配合呀？那哪儿的戏啊？啊，台湾的戏。我看你是被台湾人赤化了吧？为什么不能说话？就会碰到这样的人，你知道吗？哦，因为麻烦，那边游客从各地来，对，各地来，所以他参差不齐。好大的一个景点啊！那他们会不会，比如说这个？来了啊！你看吴奇隆在打架，哎，吴奇隆，会这么疯狂？会，而且有些时候，譬如说还要拍照，譬如说你拍戏拍得很累了，你就坐在旁边的小椅子上，哎，好不容易没我打个瞌睡觉，那你醒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旁边蹲了两个人，在睡觉也要拍，就对，管你，他不管，然后吃饭的时候也叫你签名，对，就这样，厕所都让你签名。哎呀，就你两手正忙的时候，他签个名儿。那我那个时候刚去的时候，反正
也知道我人真的蛮少的，我刚去啊，然后他就签，反正他谁都签，都要你签，他就觉得你看过，反正戴个头套你就是演员，让你签，签的烦你，我就签。江总理名字，某某的谁的名字，陈陈荣，就瞎签了。反正他也不知道，拿到，走了，开心了我。回去你看，我今天遇到成龙了，我今天遇到江子。我们后来拍戏，有时候为了克服这个问题，都会编一些谎话，要不然就做一些比较不人道的事情。因为拍戏常，我们拍古装戏会放烟，有那大烟饼，烟饼那一放就跟毒气一样，哎呀，很可怕。熏的。对，然后我们明明这里拍戏，那旁边是有一些游客群众，但是就真的太吵了之后呢，那制片就会点一根烟饼，扔到那，大家就熏了就跑了。放烟雾弹用，对对对。烟饼是什么东西？哎，有点像那个化学的粉扑的那样子大小的，颜色也差不多，但是硬的肉色的。对，那点了以后它是怎样？出来就像冒烟，台湾点那个白蜡一样，也有点像点蛇炮，有没有？但是它不会像蛇炮这样一直。当然当然当然，我不是白痴，它就一点点烧。我没去大陆拍过戏，我也不是个白痴好那么大个蛇炮吓死人了，是不是？请问四位啊，大家都去大陆拍过戏，是在内地拍戏很容易跟内地的艺人在一起，女艺人。内地，你干什么？突然紧张了呢？谁紧张啊？会不会？你们俩一定会了。你要看看长相，你看，你看我。你太谦虚了，当然是会选择这一种在一起。你太谦虚了，太谦虚了。啊靠！他总是哀兵政策，对，通常不出声音的人，对，杀手都是这一型。对对对。那比起来，哪一个地方女孩你们觉得比较好？北方的呢？南方的呢？还是说是内地的还是比较好？还是我们台湾的比较好呢？其实没什么特别好比较的了，因为其实感情的东西就是这样嘛。你喜欢慢慢就算了，你也不会。你不会在大家交往之前先问，哎，你是哪里的？啊，你是北京的啊？我本来北京不要的，不会这样。就是你觉得有缘分，能够，我觉得是这样。谈得来，你是四川人，你可以接受吗？讲四川话。我跟你讲，四川女孩子皮肤才好。我们家就有一个。啊，对啊，对对对。其实我是觉得这个两岸联姻就是蛮正点的，因为我家里面现在又多了有四川菜。对不对？有上海菜。我靠！你为了客两岸联姻，不是就光为了吃啊？不是，因为我跟他们联姻了，我得到好处嘛，得利，对不对？我就觉得这样家里面好像变得更多元化了。那个思思是哪里的？思思是扬州人，扬州好客啊！小笼汤包，扬州炒饭，扬州炒饭，炒饭，这有专利的。啊，童华最近好瘦。小笼汤包去，小笼汤包娶一个意大利人，我娶意大利人，每天吃spaghetti。意大利菜真的很难接话。对啊，你这啊，我们这聊讲个你讲个内蒙的我还接得下去，你讲个意大利的我怎么懂？是不是？内蒙正点，每天吃羊肉啊。那比如说你们跟内地人在一起的话，交往，在观念上，啊，或者是那种那叫什么，文化是有差异的，确实是有差异。还有那种价值观上会不会有差异？都会有。那都会有，其实互相要了解，要配合。对，我觉得要先了解，要先了解，要沟通，确实要沟通。对，像就是讲的价值观，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环。在大陆上来讲，他们就是男女平等已经行之多年了。对。可是，在台湾一些还是有一点男尊女卑，对这种观念就是重男轻女嘛。那大陆上可能在农村可能还有一点，可是一般的。知识分子都是平等，一般是差不多的，因为他们是一胎制嘛，对对对，就只生一个，所以你生男生女他都一样，所以在很多女孩子其实是很独立的，然后在个性上其实是强硬的，蛮强硬的，强硬，哎呦，当然被硬过了啊，我朋友了 ，I N 硬，我大陆女孩子有的观念蛮固执的啊。他们很直接，其实蛮直的，然后但是也蛮固执，他们认定的事情就是这样。你们会不会因为这样沟通的过程呢、啊，有发生争执过？然后就是好，先暂时不要讲，
有没有这种情形过？比方说什么抗战是我们打的，明明是我们打的，我们打的，废类，钓鱼台是我们的，钓鱼台是我们的，掏着，钓鱼台是我们大家的，不要给小日本就好了。各位，现在年轻一代不太管钓鱼台，他们对政治的东西其实没有这么敏感了。对，其实他们还是，我觉得跟他们相处，你还是会发现他们认可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对，其实还是对外的啊，就对美国或者对日本或者对一些他们觉得我们是自己的，我们是自己的。哎，这好。你们现在感情还好吗？很好很好。我是说你们两个。我们两个也很好。其实阮姐住的跟祁隆住的跟我住的，他们都住得很近。他们在三环内，三环内，哎呦，我刚好在三环外。哎呀，很近了，很市区了，很近。我当年开店的四环，四环也不，所以收起来了，收起来。害人那个冬天去，好凄凉。如果你是熬到现在的话，也不错了。对，四环也不错。别怕，我又有新计划在北京了。你们要跟观众解释一下，什么一二三环是什么东西啊？好，来，它就是绕着北京市的那个天安门开始算，天安门广场开始叫什么公路？就是它的道路会这样一圈一圈，然后有最里面那个，最里面那个有人叫一环的吗？没有，就是长安大街，二环、就是、大街三环、三环。它所谓的二环就是把整个市中心包住，就是原来的叫建国门呐。啊，建国门。建国门内就是二环。二环。建国门外。对，这样分的。OK， 二位有因为拍武打戏受过伤吗？啊，有。比较严重的是，我知道你有习惯性脱臼，你会不会演演？后来习惯性脱臼到后来，其实也不是什么严重的伤啊。那你现在把它拆下来，喂，还是很痛的，要拆也能拆，不要，再装也能装，对，算了。然后像拍戏受过的伤，基本上手掌骨都断过了，手掌对，然后脚掌骨也断过了，然后我是比较严重的是胸椎11、12节就压扁，两节变成一节。就碎了。你是拍战争戏啊？两级爆炸，从很高上面直接在上面就休克摔下来。啊？为什么？想不开？怎么？不是，因为你拍摄的时候，有时候天气太热，会有中暑，然后工作时间太长、太辛苦的时候，长时间这样，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那你何必跳呢？他还没跳在上面休克，在上面就昏倒了。哎，导演，我跟你摔下来，就下去，直接就下来。哎呀，所以拍戏什么奇怪的伤都会有。哎呀，那豪哥呢？我多了，刀剑片啊，你说那些伤都难免有，像脸被戳一下或者手啊打到啊什么，都是难免。皮肉伤还皮肉伤是都还好，一定有。那我最早的时候，我摔过骨盆裂开，哎呦，骨盆裂开，然后肩胛骨脱臼，哇，然后手啊，那是外伤，是手是被一根钉子这样整个插进去。哎呦，我后翻在道具板上面，我搞不清楚，底下有根钉子翘起来，没看清楚，翻过去手直接插进去道具里，满清十大酷刑插出来，对，好像小偷被抓到有没有？偷是吧？你戳那种感觉，戳指甲，还好是插这，不是这，插这个缝中间。哎呦，插进去多疼啊！那时候不忘，我插那一下完全不疼，起来的时候就很呕。没事，干嘛做让我做这种动作啊？赶紧送医院。而且做的时候也不检查一下。那我这一次是摔马，我这次摔马就是，哎呀，林志玲，他在我后面摔的。哦，对不起，没有，我是在无锡拍戏摔的，然后就是这一次拍那匹马，然后大概溜了它7、8遍了。可能当天也是天雨，就是下雨，天雨路滑的。他跑到，好像我觉得是他软腿，可是那个马师傅跟我解释是说他打滑了。那个马呢，跑了，那马就这样子跪下去了。他跪下去的时候，我人还这样子，因为我拍的骑马戏很多，我知道他人下就是马下去了，我想说我不能下去啊，我就往后一搂，我还想把他拉起来。在有这个动作的时候，很快他拉不起来，他打滚。哎呦，他就耍赖，那我根本完全不行啊！我是这样子啊，当，整个脸盖在地上，哎呦，整个脸盖在地上，然后腿脸这样趴了，然后腿这样甩过去，我等于一个大下腰这样子，哎呦，哇靠，整个脸起来都是小石头，然后看地上都是一些石头，你鼻子没有断的，没事，
就是这些手当时这样窝到，是很屌很屌。我起来第一个反应就是谢天谢地，我说还好没事，哦，要不然赵匡胤就换人了，铁人。我手到这样。我那时候在无锡啊，怎么样？听到你们那组戏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位前辈嘛，嗯嗯，是不是？对，也是摔嘛，出了一点事情嘛。对，他崔哥崔浩然。不是大陆很流行摔马是吧？摔马，你们林志玲去也摔马，你们大家都摔同一匹马，还同一匹马。我要告诉你，这个角色原来崔浩然是要演赵匡胤，嗯，哎，有，但是阮姐有考虑过，就是后期的赵匡胤，嗯嗯嗯。然后呢，后来就是因为崔哥摔了马之后，嗯，我才扶正，有机会从头演到尾，哦，真的是这样的。然后。崔哥摔的那匹马，就是后来我骑的那匹马摔的伤到现在。你们每次找个前科犯来干什么？其实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在那里拍戏，那个环境里面就是这些马，你要在那拍戏，你就得用他们的马，因为有些地方它有它的限制的，你必须要用它的临时演员，你必须要用它的马，你必须要用什么？那这些马呢，其实都不一定是专业训练过给人骑的，有的是原本在拉马车的，重拳的，对，重拳拉马车的，什么都可以来。你们在就是内陆拍戏，对不对？一定有很多时间是空档，比如说这一位，对不对？每天弄那个 DVD 这样站在门口，要不要看 DVD 啊？我哪有这样啊？我的 DVD， 对不对？那你们都做什么样的一个消遣？其实像我们这部戏在拍的时候是在无锡，无锡已经算是一个旅游城市，对啊，对对对，已经算是比较不错的城市，吃的玩的还蛮多的，对，就你吃的吃饭的地方也还有，可以吃到无锡排骨，对，你还可以吃到牛排，还可以喝到好喝的咖啡，哦耶，台湾的牛排哦，哎呦，对，还有麻辣锅，台湾有麻辣锅，是有，还可以打打保龄球，还有烤鸭，无锡有保龄球馆，有，在哪里？在无锡啊，在无锡啊，废话，我说在无锡哪里？我怎么不了？你只要中正二路。那边有中正路啊？我只是随便胡乱，不可能嘛！中正二路，我哪知道在哪？就在无锡。想着垂柳路的还有可能，垂柳路，棒槌街。我们现在要才艺表演了啊！才艺表演，豪哥才艺表演。哦，对，豪哥是复兴剧校的，是来啊！对，一考。国光音乐教室来了，现在赶快来听听黄文豪大侠唱民歌吧。今天呢，大侠，唐朝的大侠，要为我们带来那个时候传进来的吉他。没有了，今天什么东西？今天本来是说问我说要表演一些什么才艺表演，本来说请我翻滚一段或者是打个拳什么，刚好我手伤没有恢复，然后旧伤那个脚掌呢又蹦不起来，对啊，所以算了，我就来个文一点，来一个文。隔壁这一位也是一大堆伤，就算了。为您带来这一曲是《温暖的秋天》，来，掌声鼓励鼓励。温暖的秋天，秋天里许心愿，每当落叶缓缓飘来，更叫人分外留恋。落叶一片片，拾起一片做纪念。玩笑，谁说大侠只会武打？ Okay, okay. 大侠会唱歌呢，是不是？现场现场。好，接下来由吴大侠与屈大侠示范擒拿术。
国光帮的巫术教室来了，赶快来看看巫奇隆教大家的防身术喽。知道了，知道。还好，因为以前练跆拳道、练柔道，所以我们有去宪兵队去教过他们战技，所以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是。平常防身用的，让很多女孩子在这时候要注意一下，因为女孩子有时候会遇到色狼，这时候这几招就可以用了。对对，好来，首先，譬如说，现在吴奇隆是女孩子，她是色狼，你干嘛？女孩子啊，给攻击开始，摸她，手摸我，哦哦 no， 啊，乖啊乖啊乖。其实很简单，对，这是很省力的方式。通常，譬如说像这样，对不对？对对。一手这样子，这是第一。一，往这边。哦。不管他多壮，他都会跪在地上。对。你还有个三。啊！对，因为女孩子的力气没有男子大。嗯。那包括有时候一般打架，我们都是拳头啊。对对对。都是这样打，其实这样打的效果是不大的。嗯嗯。那应该怎么？要最好的攻击对方的方式是，譬如。好了，不要推了嘛，我知道要练拳啊。比如说，如果打人的话，你要真的要跟人家打的话，你不要这样打，这样打他不会有事的。那怎么打？由下往上打。哎呀，碎掉下巴。而且用手掌打，不要用拳头打。哦，对对对对，拳头打没有什么力，用这里还可以再推。啥可以这样？那如果说哈是推这里的话，是不是很危险？推这里他会流鼻血而已啊。流鼻血而已。对对对，就推这里，因为我们人的脑子一般是习惯性是，左右震动啊，上下其实跟地震一样，左右晃它不会严重，还 OK 了，对不对？但是你上下的话，它很容易就脑震荡，一震荡它就晕。所以女孩子也可以当人家在袭击你的时候，对，这个意思。对对对对。哎呀，这两招正点了。甚至有一些办法是，你可能手被控制住了，你可以，女孩子通常个头比较小，用头去撞那下巴就可以了。哎呀，来，来，我们来试验一次。来，我的，他个头小，他是对，你轻一点啊。没有，我只是顶到你这里，抓着你手。哎，我要惩戒你。噔，这样子是，这样子。哇，你要逼真一点嘛。因为我要惩戒你。喂，喂，开玩笑，开玩笑。哇，我要惩戒你。是这个意思，好不好？对对。那刚刚那个试验是该我了，哪个试验？就是这个。哦，不用不用不用。来，妹，该你开始，你要先讲一句。我要惩戒你。对吧？这个意思。有的时候，万一他这个咬到舌头更痛苦，断掉了，那总比他惩戒你好啊。哎，对。是吧？那没有，还有个绝招，你说从后面来，那抱着怎么办？抱着。抱，其实有很多，嘿，拥抱有很多方式了。一般，譬如说举例来讲，你可以是先踩脚，踩脚它会有痛的反应的时候，头会往上抬，然后你再用头去撞在下巴，这也是一个办法。嗯，好酷。对，要不然呢，就是你因为这样子握住的时候，你下半身是可以移动的，一移动就有空隙，你就可以敲。抓。Oh my god！ 那这样可不可以不会被包到就？可能不太到哈，比较难，比较难哦。所以这样抱了，对你要真就，譬如说你要给自己制造一些空隙，一些空间。哦，对。那还有一个，譬如说你是女孩子，对不对？你被摸屁股，你被男的摸屁股。好，譬如说你现在在等公车，对不对？那个没关系。侧脸，要侧那边啊。哦，侧镜头，对对对，预备起。这是哪门子啊？来来来，拿发棒子回来打死他！回来，成功！成功！公车他摸了，这叫成功吗？这样就成功了，对不对？哎，谢谢。那如果要这么跑的话，你就不应该挑摸屁股。对啊，这个起码摸胸部。复习一下，来，预备，摸你。这是往外转，对，转向，哦，对，好，哎，第二招，第二招，第二招，我要惩戒你，第三招，第三招，啊，我要你，不是，对不起，不是，是你要强奸我，对不起，对不起，我要你强奸，我要再强奸你一次，OK， 好，第三招，大家记得，学起来哦。在两
两岸哪一边都可以了哈，两岸三地都可以，希望你们拍更多更好的戏来造福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好不好？好，谢谢两位皇帝，谢谢。晚上十一点钟以后，让我们听听三个臭男生的偶戏撒。哇靠！知名韩星来台代言，电视台高规格礼遇，代言费高达3000万呐！啊，而且停留时间只有2天，真是好削！哎，3000万我们要哈拉多少集呀？什么东西嘛，来了台湾也没开演唱会，也没拍电影，凭什么拿那么多钱呢、啊、就不过是露露脸，哎，不知道我们三个也可以吗？是不是？对啊，像我们本土的什么金城武、F4、孙鹏不帅吗？对不对？难道外来的和尚比较会念经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吗？哎，不过我觉得话也不能这样讲，说实话，人家那些韩星会红不是没有原因的，你看那时候不是播什么蓝色生死恋，重播重播再重播又重播，后来冬季恋歌，一直到最近什么浪漫满屋，怎么会不红啊？你不提就算了，你现在一讲我就一肚子气。昨天晚上本来想在家里好好看个电视享受一下，结果那个遥控器转来转去，转来转去都是韩剧，什么阿尼亚西哟，从罗密欧，谁听得懂啊？我告诉你，会流行不是没有原因的，你看人家韩剧。把那个大家憧憬的浪漫爱情，对不对？拍得多好，再加上男的俊，女的美，怎么会不红呢？对不对？尤其是那些渴望浪漫爱情的全国女性同胞，对不对？韩剧都嘛一样，每一个人都爱得死去活来的，不是什么主角得了绝症啊，就是什么爸妈又不赞成啊，干什么搞得这么苦？何必呢？难不难受啊？对呀、啊。我老婆每天晚上看电视都看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就跟她讲说，哎呀，那就不要看了，干嘛这样虐待自己嘞？结果啊，她不但骂我，还给我白眼呢，说什么秃帽子，你懂什么？你看吧，这就是韩剧的魅力，对不对？哎呀，什么爱情剧、浪漫剧啊，我告诉你，我好帅都不需要。我们要做的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支持本土剧，像最近有一个那个什么金色摩天轮有没有？哇塞，演得多正啊！对呀、啊，你的前女友也有在里面演嘛？吓得发高，好帅！你真的要看一下韩剧。如果你跟马子在一起的时候，你跟那些马子哈拉几句里面的对白，我告诉你，当天晚上就有无限的可能发生。对吼、哦，看这个有没有可能发生一下？哎，看他看不看韩剧？好的，剪刀石头布。哎，你有看哪个呢？好来了。嗨，小姐。Hello。哎，晚安啊。晚安。哎，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啊。嗯，可以啊。可是你要快一点，我的 rain 快来了。rain。你家有漏水啊？漏水？你家才漏水嘞！我说的 rain 是现在韩国最红的明星。哦。所以说你也很喜欢看韩剧了？喜欢喽。韩剧里面每个男主角眼睛都咪咪小小的，好可爱哟、哦。哎，我看你的眼睛其实也小小的，好像瑞，好可爱哦。哦，真的啊。嗯。哎，我还知道有一个韩国男星啊，他的招牌动作是这样。你是有点像啊，不过好像你太矮了，瑞比你高一点。好，那我知道了。晚安。我赶去看瑞，拜拜。哎，拜拜。哎呀，看来韩剧真的是很红哈、哦。从今天开始，我出门都要这样。你这样子干什么、啊？你走在路上不会跌倒、啊？哎，这样才像 Rain 啊，对不对？我猜可以啊。Rain 来了，等我。神经病！睡了，睡了，睡了。晚安，晚安。他每次讲话让我都想起我当兵的时候，有一个同梯叫动六动，早上早点名不是动六，动六，班长叫动六动，喵。好，不敢笑，抖了，哎。哎，班长觉得效果不错，哎，再来，豆豆，尿，豆豆，尿，豆豆，尿，豆豆，靠腰啊！佩佩 in the house， 一佩 in the house， 我是大牙，来自地下国度，我没什么胸部，可是很爱。